在啊，要来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我跟彭怀东先生的一些交往啊。彭怀东先生，那他是1953年出生的哈、啊，那除夕的话过世了、啊，在2015年的时候啊，汉卿讲堂很荣幸啊，这个请彭怀东先生来做了两次的报告，一个是关于这个托马斯泰，托马斯曼的这个。胡适德博士啊，在这个我们汉卿讲堂，我有讲过一次欧洲的胡适德传统，就是过去大概500-600年啊。当然最重要的一本就是歌德的这个用诗歌写的胡适德上下集。可是托马斯曼认为德国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是音乐，所以他。托马斯曼在1940年代的时候，在美国啊，就把那个胡适德啊设为这音乐家，那这个是前所未有的啊，又把20世纪初啊新的音乐的这些哲学啊什么都融合在一起。那彭怀东先生很特别啊，很特殊。这个第一个，他在80年代开始的时候自修德文，啊，自修了10几年以后成功的啊。最早期的时候，1970年代末的时候，大学的时候翻译这个托马斯曼的《Magic Mountain》，就是魔山呐、啊，这个小说哦，他是从英译本翻译的。后来的时候就下定决心呐、啊，这个修德文，所以他就跟很多朋友讲说，他喜欢歌德啊，因为他有一次机会啊，到参加那个法兰克福诗展，也到德国去啊，这个大概。也去过这个歌德故居啊，这个应该是给他很大的记忆啊。那他就自修，那时候他就说喜欢歌德跟托马斯曼的东西，所以他的朋友啊，就从国外啊碰到这个托马斯曼，他知道他翻译《魔山》嘛，70年代末的时候翻译《魔山》在我们严谨出版社出版，就把那个托马斯曼的书信集啊。两货色的书信集买来送给他，啊，那在1995年左右的时候啊，那个现在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的张望山博士啊，他刚从这个德国回来，我就托他，从德国啊买了一本歌德的这个意大利这个之行啊，意大利的旅行啊，德文本的就送给他。那当时的话是想请，考虑翻译那一本书，后来这个，我想这个是很特殊啊。这个那个彭怀东先生啊，有机会翻译这个阿多诺的这个音乐的理论啊，他贝多芬晚期的这些东西啊，又是他喜欢这个托马斯曼的东西，所以他选了这个胡适德博士，这是一本相当难的一本书啊。他2015年。的那个出版的这个胡适德博士非常特殊，因为他的那个小说的正文是一本，那这个另外他的导论啊，哈、哦，翻译那个苏珊·松塔的去见那个托马斯曼啊，以及他写的200-300条的注解啊，都把它弄到附册里面。那这里面他自己写的导论啊。这个其实相当的，哦，把那个阿多诺啊，或者是这个音乐的东西啊，相当融合在一起。彭怀东先生很了不起的地方啊，就是除了自修德文成功以外啊，其实的话，另外一个方面也是自修音乐成功，这个也是很特别啊。那我们看他的胡适德博士的这个注解里面会讲说啊。他每次碰到的这个阿多诺啊，或者讲那个晚期贝多芬啊，或者碰到这个托马斯曼里面的东西哈、啊，那碰到那个比较深的这个音乐的时候啊，他都会反复的去听这个啊，去听这个音乐，然后自己去想办法去了解。这个其实是非常不简单的。所以台湾呢、啊，知道这个托马。这个彭怀东先生啊，对音乐有基本的这个造诣啊。关于音乐方面，比如说萨义德的这个音乐方面啊，
就请那个彭怀东先生翻译，包括这个，包括这福士德博士啊，这个音乐是一个很特殊的专门的艺术啊。那很难得的话，就是说，彭怀东先生的话，既通德文，又懂得音乐啊。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他写了一个非政治人的手诗啊，反思也好。他的一个主题的轴心就是说，德国文化、日耳曼文化是以音乐为中心的，来对抗整个世界。音乐这种这么高、这么妙的、这么美的艺术，德国的音乐这么好的艺术，这么高的境界。使德国有权利对抗整个西方，西方的什么民主啊、启蒙啊、理性啊都不要，最终是非常议会民主，都是很肤浅的。那只有德国人，由于他是音乐为中心为基底的，所以他是讲究内在、讲究精神性、讲究灵魂。当时，德国所有知识界都起来讲话，为德国讲话。那讲的最激烈、最深入、最广的就是普鲁士，就这个这样的筹码，是不是到1920年开始？他那个《菲茨人》是1919年才出版，是战争结束才出版。结果他就1920年开始啊，突然反过来就开始要民主、要理性，开始演讲，叫德国的年轻人拥抱民主。拥抱多元价值，拥抱人文，所以这是一个奇案，到现在没有人好像还没有人探讨说他为什么转变得那么快。他不是投机分子啊，他讲这个话都经过很深刻的思考。